我们看这一题，它要你因式分解哈，这个多项式。首先我们看哈，这27是3的3次方了，啊，这是2的3次方，所以这可以写成多少呢？写成哈3x 的3次方，啊，这个哈可以写成3的3次方了。那我们现在就猜啊，那这个的话能不能写成3啊乘以呢？3x 平方啊乘以3，一不一样？这个的话哈，哦没有，这个不是3的3次方，这是2的3次方啊，再乘以2，哦，这是9嘛，27乘以2的话刚好54，那再加3乘以多少呢？ 3x啊，乘以多少？2的平方，有没有一样？9是36，刚好一样嘛。这个啊，这个看成是 A 嘛。啊，这是 A， 啊，这看成的是 B， 啊，这看成是 A， 看成是 B 嘛。所以这个就是 A 3次方加上 3A 平方 B， 再加上 3AB 平方，再加 B 的3次方嘛。那这个呢是 A 加 B 的3次方嘛。所以这个可以呢，因式分解成3x 哈加2的3次方，所以答案就这个。